哇，在俄勒冈州投票的体验太棒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年都能获得全国最高的投票率。选票在选举日前几周寄出，每个选票信封都印有独一无二的条形码。如果选票上的邮戳日期在选举日或之前，我们可以将选票投入邮箱或 USPS 的邮筒。我们也可以在选举当晚8点之前把选票送到官方投递点，然后我们会全程监督，确保选举是正确、安全、可靠的。快看呀，俄勒冈州的选民人山人海。首先，选票在选民登记系统中被标记为收到，然后对选民的签名进行验证，甚至还有一个系统来帮助那些签名不匹配的选民。我现在非常高兴，感觉要飞起来一样。清点完所有的选票结果出炉后，选举官员将把选票上传到本周的选举结果官网。这还不算完，选举官员在对选举结果出具证明之前，还会进行最终审计。在俄勒冈州投票的感觉真是棒极了，我高兴的想在圣约翰大桥上翩翩起舞。我会完成选举审计，一起前往 OregonVotes.gov。